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犹太故事演绎。第二十五回是摩押王顾人施咒时，潘先知改口祝福。且说，大约公元前一千四百零六年，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先是摩西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去世，五个月之后。 摩西的哥哥大祭司亚伦也在何尔山去世，享年一百二十三岁。这座何尔山位于约旦河谷东面以东山地，海拔约一千六百多米。后人在山顶上修建了一座神庙，据说神庙下面就是亚伦的坟墓。按照神的指示，在亚伦临死之前，摩西带着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来到何尔山顶。 把大祭司的位置交付给了以利亚撒。圣经记载说，亚伦死后，以色列人在赫尔山为他哀哭了三十天。这样，在最高领导层中的老一辈领袖，唯有摩西硕果仅存。此时的摩西可能也知道自己在世上来日无多。虽然神不允许他率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但是他心中存着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 那就是他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为进军迦南制定好作战方针和策略蓝图，为自己的接班人扫除一些征途上的障碍，为将来以色列人能在迦南战争中取得全面的胜利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就在同一年，摩西向全体以色列军民发出了向迦南进军的指令，按照计划中的进军路线。 他们应该先沿着死海南端的边缘前进，然后再沿东岸向北走，进而转西进入迦南。这条路线人称王道，是一条在古代中东地区家喻户晓的南北通道，也是一条连接南北贸易的中东丝绸之路。此路可以直达最北方的叙利亚地区。后来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 罗马人正是把它修成一条高等级的通衢大路。据说，如今现代化的约旦高速公路大体上就是按着原先的路线来修建的。当时居住在沿途的民族，正是以色列人的血缘近亲以东人，因为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和以东人的祖先以扫本来就是孪生亲兄弟，四百多年前乃是一家人。 由以东人统治的狭长版图，从死海之南一直延伸到亚喀巴湾，他们手中捏握着以色列人要经过的这条王道的前端部分。摩西于是派遣使团觐见以东王，请求他允许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地盘，就是要借道而过。以色列使者们见到以东王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大王啊！” 我们以色列人是你们以东人的亲属。我们的祖先原来一直居住在迦南，后来为了避荒而去了埃及，在那里住了很多年。埃及人虐待我们的祖先和我们，我们就哀求我们的神耶和华，他听了我们的声音，把我们从埃及领了出来。这事想必您都知道了。神命令我们要回到迦南。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贵国边界上的加迪斯地区，请大王您能够看在我们共同的先祖的面子上，高抬贵手，允许我们经过你的地面去迦南，这样我们可以。谁知那位以东王还没有听完使者的讲话，他就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此路是俺开，此树是俺栽，俺凭什么听信你们的话，要让你们通过？” 谁能证明咱们是亲戚？再说了，别说是一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你就是俺的七大姨八大姑也甭想打死经过。使者们赶紧又将摩西的意思转告以东王大王啊，我们的领导人摩西保证，我们以色列的人和牲畜在经过王道时，绝不会偏离大路，走到贵国人民的田里或者葡萄园里去，我们也不喝你们井里的水。 我们绝不拿你们的一针一线，不损坏一草一木，只走大路，一直通过你的领土。如果我们的人或牲畜喝你的水，我们也会按价付钱。我们实在只是过境罢了，请您务必给我们一个方便。那以东王还是坚决不买账，不准。俺管你是摩西还是摩东，任何人都不准踏入俺的领地，不然的话，别怪俺不客气。 以色列使者们见谈判得不到什么结果，只好空手返回。接着，以东王下令在沿路加强防守，还派了重兵精锐要来攻击以色列人。听说以东王的对他们借道的合理请求一口回绝，摩西非常生气，就想与以东王干上一仗，然后强行通过。但是神告诉他不要与以东人征战。 想来原因十分简单：一来神早已将以东人现在定居的地盘赐给了以扫的后代；二来两族人毕竟是亲戚，不可大动干戈；三来要保存兵力和火力。以色列人战斗的主要对象不能搞错，要打击的不是以东人，而是迦南人，所以绝对不要轻易的就与以东人兵戎相见。鉴于这些理由。 摩西只能领着以色列人从以东的边境向南绕道行军，这一绕路就发生了一则小插曲。这南边的路真的很难行，以色列人绕道绕的有些吃不消了，于是他们心中又开始烦躁不安起来，抱怨之声再起，甚至恶语攻击、谩骂神。神非常生气，驱使大量的火蛇进入以色列人中间。 那些火蛇咬死咬伤了不少人，以色列人终于意识到他们亵渎神是犯了大罪，赶紧请求摩西向神祷告，请求神的赦免。神就告诉摩西：“你可以制造一条铜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于是摩西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 那些被毒蛇咬的人抬头一看见这铜蛇，果然就蛇毒自动消除，活了下来。这里神借着铜蛇行了一个神迹，本来是要以色列人看到它就想起他们的罪，进而仰望神的救赎。但是后代的以色列百姓误解了神的意思，竟然把这条铜蛇偶像化，对他烧香敬拜。 七百多年后的犹大国王西西家，为了捍卫对神的正确信仰，在实行宗教改革时，他下令将这条铜蛇打碎。这是后话，我们暂提一下。龙后祥说。却说火蛇之灾消除了，以色列人休整之后继续前进，终于绕过了以东人所控制的王道的前端部分，不是来到了王道的后端部分。 而这里是亚摩利人的地界，各位看官，你知道这亚摩利人是谁？其实他们是属于闪米特人种的一支，其最早的祖先是诺亚的儿子闪。亚摩利人具有美索不达米亚的背景，曾经在公元前一八九四年建立过古巴比伦帝国，约公元前十六世纪时，帝国分崩离析。 著名的汉谟拉比王就是亚摩利人的先祖，他在位时期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摩西领导的以色列人将要遭遇的亚摩利人，应该是古巴比伦帝国残余势力在迦南附近地区所建立的城邦国家。他当时的国王名叫西红摩西按照跟以东人谈判的策略。 派遣了使团到西红那里借道，西红的态度可想而知，也是一口回绝，毫无商量余地，而且召集亚摩利人奔袭以色列人。这一次，摩西可有了出气的借口。他对大伙说：“我本来好言跟亚摩利人商量借道，他们不许也就罢了，还派兵攻打我，来而不往非礼也。”众将官随我出战。 把亚摩利人的王西宏给我灭了！以色列人早已憋足了劲，这一会儿他们一鼓作气，风卷残云般的就把亚摩利人给击溃了。以色列人出战大捷，杀敌无数，除了占领了他们的首都西施本外，还夺取了其他的重要城市。很快，亚摩利人的领土被以色列人收入囊中。 以色列人的势力由此一直达到亚伯河。这么一来，以色列人就离巴山人的国家不远了。巴山人是亚伯拉罕时代利伐因人的后代，是一个巨人族。巴山人的国王名叫厄，此人身材高大，据说他睡觉的铁床长四米多，宽两米。他声称自己拥有许多城市。 建有城墙的大城市就有六十个之多，可谓地域辽阔，城越巍峨。对巴山之战，摩西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方式，在巴山的重镇以得来，以色列人摆开阵势与巴山王鄂的军队决战。结果士气高涨的以色列人又是大获全胜，一举歼灭了敌军，连巴山王鄂和他的儿子们都成了以色列人的刀下之鬼。 对亚摩利人和巴山人的两次战役的重大胜利，正是拉开了以色列人进军迦南的序幕。本来四处游荡的以色列人得到了迦南边界的立足点，这片刚刚占领的土地成为他们日后进攻迦南的根据地和跳脚板。两次战役之取胜，以色列人这支先前被人不放在眼里的落魄流浪民族，顿时一鸣惊人。 威名远播。随后，以色列人的大队人马就开到了约旦河东岸的摩崖平原。这种强势可把当地的摩崖人给吓坏了。那么，这个摩崖民族又究竟有什么历史渊源呢？其实，它也是以色列民族的近亲。看官，你是否还记得亚伯拉罕的侄子罗的 他在神的天使烧毁罪恶之城索多玛之后，逃到一个山洞中躲起来。醉酒之后，与自己的长女乱伦，生下来一个儿子叫摩鸭此人就是摩鸭人的祖先事业。有趣的是，过去的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摩鸭民族，是圣经作者的杜撰。但是， 近代考古学家在约旦王国的迪本地区发现了一块米沙王石碑，碑文中描述了摩崖人对以色列人的战争，证实了摩崖人是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圣经的记载是确凿可靠的。此时此刻，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来到了摩崖平原，这里正是摩崖民族所居住的地方。这块平原位于死海之东部。 在亚摩利人被以色列人击溃之后，摩押人的势力也乘机伸进了约旦河的东岸。这个时段，摩押人的国王名唤巴勒。却说，以色列人打败亚摩利人和巴山人的战绩很快传开了，以色列人已经大军压境至自己的地盘，巴勒自然是闻风丧胆，心中大恐。他想先跟另一支民族米甸人结盟。 共同抵抗以色列人。于是巴勒主动约见了米甸王，两人相见，巴勒没有太多的客套，直奔主题。他对米甸王说：“老弟，听说这帮以色列的汉民，他们所到之处都如风卷残云，如恶牛吃草。我们摩押人和米甸人若不捐弃前嫌，联合起来一致抗议，恐怕我们做亡国奴的日子就快到了。” 米甸王听了，心惊肉跳，对巴勒说：“巴兄，你说的不错。听说以色列人的首领叫摩西，他还做过我们米甸人的入赘女婿，在我们的领地当过四十年的阳关。没成想，这个臭阳关如今发达了，居然领着以色列人到这里来攻城略地。早知道今日如此，还不如当初令人把他给做了。但是……” 这世上没有后悔的药啊！看现在的形势，就算我们两族结盟起来，估计也抵挡不住这群如狼似虎的以色列人呢、啊。八兄心中可有良策？巴勒摸了摸了他那一小撮山羊胡，说道：“这个嘛，我倒是想了许久。眼看着我们两国都到了民族最危急的时刻，看样子……” 就算是我们发出最后的吼声，也挡不住以色列人呢、啊。我们得解放思想，打破现有的用人机制，加速步伐，引进国外优秀人才。我听说南边的幼发拉底河附近有一座城市叫比夺，那里住着一位先知，名叫巴兰。此人可了不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掐会算，料事如神。 身居陋室竟能知天下事，此人有一个绝活：他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他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我们何不礼贤下士，将巴兰先生请出茅庐，为我们效力呢？米甸王听罢大喜过望，就和摩押王一起派重臣带着厚礼前往比夺。比夺城位于美索不达米亚。 离摩押国将近六百多公里。这个巴兰是一帮人的先知，精于奇门遁甲、风水占卜，在当时可是一个享有国际知名度的江湖术士。令人吃惊的是，他居然可以联系得上宇宙之间的万王之王耶和华。这确实是圣经所记载的让常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初读起来，我们不由得会一窦顿生。 读到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切原来都是神的安排，因为神早已知道巴兰将会被两王请去诅咒以色列人，所以他要借着这个外邦先知反其道而行之，去祝福以色列人。想来想去，一切事情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了、啊。再说摩押王和米甸王的使者们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很快就到达了彼夺。 见到了巴兰，然后把两王的意思一五一十地转告了巴兰。面对心急火燎的两王使者们，巴兰却也不慌不忙。他对使者们说：“各位大人一路劳苦，请先暂时在寒舍歇下，待我晚上齐问神的意思，等明天再做决定不迟。”使者们也不好强求，就只好住下等候。到了晚上，巴兰叩问神，神对巴兰说。 不要跟这些人去，也不可诅咒以色列人，因为我赐福给了他们。第二天，巴兰告诉使者们：“神不让我出山，各位大人请回吧。”使者们悻悻然会去禀报两王。摩押王巴勒接着又派了第二批官位更高的使者，带了更多的礼品去见巴兰。使者们又见到巴兰，对他说：“我们大王的意思是，请您不必有什么顾虑。” 只要您出山前来助阵，帮助我们诅咒以色列人，我们大王包您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要官要钱要豪宅都可以商量。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无论要求什么，我们都照办。巴兰还是不紧不慢，对着第二波使者说：“金银财宝人人都爱，高官厚禄人人都要，我巴兰也不能免俗。你们带来的东西呢？” 我就不好意思全部照单收下了，不然你们会说我摆架子看不起你们呢。但是咱们有言在先，无论你们给什么官，给多少钱，我也不敢违背神的命令呀。所以，我晚上要再提问一下神的意思，等明天再做决定不迟。各位大人一路劳苦，还是请先暂时在寒舍歇下。使者们哭笑不得，没有办法，只好住下等待。 夜里，巴兰又去叩问神。这一次，神对巴兰说：“你可以起来同他们去见摩押王和米甸王，但是你不可以信口开河，只能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第二天一早，巴兰梳洗完毕，就带着两个仆人，骑着自己的驴，跟着使者们赶往摩崖。走着走着，突然有天使拿着利剑挡在路中央。巴兰眼拙，看不见。 但是他的驴却看见了天使，他就吓得避开道路，往路边的田野走。巴兰火了，就仗打驴子。可怜的驴子被迫回到路上，走着走着，到了一条狭窄的路段，路的两边是葡萄园的墙壁。天使站在路中间，巴兰眼拙还是看不见。他的驴子又看见了，因为不敢碰到天使的身子，而贴着墙壁走路。 墙壁把巴兰的脚给擦伤了，巴兰气得又杖打驴子。又走着走着，到了一个更加狭窄的路段，基本上只能容一人骑驴通过。天使又站在中间，巴兰眼拙仍然看不见，驴子还是看见了，不敢贸然向前走，就趴了下来。巴兰大怒，又一次杖打驴子。这时，驴子突然开口向巴兰说话。 我说：“主人呢、啊？俺老驴究竟做错了什么？你要屡次三番的用杖打我？”巴兰听到驴子竟然开口说话，吓了一大跳，但是他还算能保持镇静，就训斥驴子道：“你这个憨驴，胆敢戏弄于主人！不要说用杖打你，我要是手中有刀，就宰了你。”驴子又对巴兰说：“俺老驴不是你从小时开始就驮着你的吗？” 我平常戏弄过你吗？巴兰说：“这倒是没有。”人驴正在交谈之时，巴兰一下子感到眼睛一亮，他看见了一位天使正拿着利剑站在那里。巴兰顿时明白了，他赶紧低头匍匐在地上，对那天使说：“我说呢，原来是天使挡着我。我犯了罪，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中挡住我。如果你认为我不该去，我就回家。”那天使说。 我这样做是要再三提醒你，不要信口胡说。神叫你说什么，你只能说什么，不然的话，后果你可要想清楚。你同这些人去吧。巴兰于是继续跟着摩押王的使者赶路。摩押王巴勒听到使者们把大名鼎鼎的巴兰先知请来了，大喜过望，连忙带着众臣到摩押的京师亚尔城迎接巴兰。巴勒见到巴兰。 亲切地拉着巴兰的手说：“哈哈，八仙知啊，您真的是大驾难请啊！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总算把您给盼来了。”巴兰一拱手，客气的一笑：“大王见怪了，受人钱财替人消灾，我这不是来了吗？要知道，我不是说来就能来的，而是要得到神的批准，我才敢来呀、啊。” 巴勒说：“您来了就好，你看我已经请来了天下第一厨，今日要烹羊宰牛，所有大臣都要前来赴宴，为您接风洗尘。明日我亲自带您去观察以色列人的营地，请您务必大开金口，诅咒以色列人。”众人一夜狂欢，不必详叙。那摩押王巴勒和米甸王两人都以为外国的和尚会念经。 现在花了重金二顾毛鲁，从国外请来了誉满江湖的高手巴兰先知。巴勒那一夜睡得很美，他想，有了巴兰的鼎力相助，咒衰以色列人，那么他的江山社稷从此就稳如泰山了。其实，在历史上，这位叫巴兰的术士也确实善说预言，因此在当时颇有名气。除了圣经在这里记载了他的预言外， 他的其他预言在别的古代文献中也有记载。近代考古工作者曾经发现过用古叙利亚文所记录的巴兰的诅咒词。但是摩押王巴勒哪里知道，这位贪图财宝、见风使舵的巴兰，纵然本事再大，他的发言权早就被神所控制了。第二天早晨，巴勒带着巴兰兴致冲冲来到一个制高点。 在这里，巴兰看见了以色列人的一部分兵营。巴兰对巴勒说：“这样吧，请您在这里给我造七座祭坛，并且给我七头公牛和七只公羊。”巴勒一切照办。然后他和巴兰在每一座祭坛献上一头公牛和一只公羊，举行燔祭大礼。巴兰对巴勒说：“现在燔祭已毕，大王您且站在祭坛旁。” 带我去更高的山顶去询问神的意思，他启示我什么，我都如实奉告您。巴兰到了山顶，求问神，神就如此这般的吩咐巴兰。过了一个时辰，巴兰下了山，巴勒带着摩押人的大小首领仍在祭坛边等着。巴兰于是开口说预言：摩押王巴勒领我出叙利亚，领我出东边的山脉。他说：“来呀、啊。” 为我诅咒雅各，来呀！为我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岩上看得到他们，我从山丘上望得见他们。他们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他们比别的国家更蒙福。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 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中而终。巴勒一听，气得差点被过气去。他生气地对巴兰说：“我说八先知啊，你把我们都当傻瓜了。你这哪里是诅咒我的仇敌呀、啊？这分明是在祝福他们吗？”巴兰赶紧对巴勒说：“大王，您少安勿躁。这些话全是神指示我说的。我对您实话实说，并没有任何隐瞒。” 巴勒摸了摸被气痛的胸口，对巴来说：“得了，巴先知啊，也许你刚才在没能看清楚以色列兵营。这样，咱们到另外一个制高点，换一个角度，等你看仔细了，重新向以色列人发诅咒。”于是，巴兰被带到另一处，他们按照原先的做法搭建了祭坛，献了凡祭。巴兰又对巴勒说：“现在凡祭已毕。” 大王，您且站在祭坛旁，带我去更高的山顶去询问神的意思。他启示我什么，我都如实奉告您。巴兰又到了山顶，求问神，神就又如此这般的吩咐巴兰。巴兰从山上下来，巴勒赶紧迎上去。这回你该诅咒以色列人了吧？巴兰于是张口说出第二则预言。巴勒，你起来听。神和人不一样，神从不撒谎。 神不像凡人，他不改变主意。神答应的话，他一定办到。神一发言，事就成了。我预知以色列的将来，没有灾难，没有祸害。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拥戴神做他们的王。没有法术可以伤害以色列，也没有占卜可以伤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 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以色列像挺身的母狮，又像强悍的公狮，他不吞食所杀之物，不喝猎物的血，绝不罢休。巴勒听着，气得七窍生烟，血压高升，他扯着嗓子高叫：“打住！打住！八仙知啊，八仙知，就算你不愿意诅咒以色列人，但是至少不要祝福他们呢。” 你这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吗？巴兰慌忙上前安慰巴乐大王：“我可不敢跟您作对呀、啊，这些话可全都是神让我说的。你要怪罪的话，您就自己跟神说去。”巴乐瞪了巴勒一眼：“废话，我要是自己能拥有跟神套上近乎的先进技术，还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把你从国外给请来吗？这次就算了吧，请你再跟我来。” 我要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也许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咒诅以色列人呢。于是巴兰又跟着巴勒又转悠到第三个地点，在这里他们可以俯瞰以色列的全部营地。他们按部就班的又在那里搭台献祭，献祭完毕，巴勒就催促巴兰，巴先知啊，你就别磨蹭了，赶紧去求问神的旨意。 回来给我痛痛快快的诅咒以色列人。巴兰这回却是原地不动。圣经如是说：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巴兰面向对面旷野上的以色列营地，又说出了第三则预言：以色列的帐篷多么华丽，雅各的营帐多么壮观，它像一排一排的棕树，像河边的花园，又像神亲手植的沉香树。 又像溪水旁的香柏木，他们有充沛的甘霖，他们的种子撒在滋润的田里，他们的王比亚甲伟大，他的国扩展四方，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 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稍稍提示一下，这段预言中所说的亚甲王，是指一位以东人的部落酋长，是远古时代的英雄。巴勒听了巴兰的话，气得浑身发抖，他握紧拳头，大骂巴兰：“你这个骗吃骗住的假先知！我给了你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对你敬若神明。我原本召你来诅咒我的仇敌。” 你却三次祝福他们，你就给我趁早卷铺盖滚蛋吧！巴兰耸了耸肩膀，尴尬地摊开手。我来之前早就告诉过你派来的人，神让我说的，我才敢说；神不让我说的，我不敢乱说，不然我小命不保啊！大王，你想不想知道以色列人将如何对待你们摩押人呢？感谢大王，您给了我许多金银财宝。 我临走前再免费给你说最后一则预言吧。巴勒的胃口被吊了起来，他伸长了脖子。既然是免费的，你就说来听听。巴兰清了清嗓子，说出了第四则预言：我遥望将来，我看见以色列国有一颗明星要从雅各出来，有一个君王从以色列兴起，他要击碎摩押的首领，打倒所有的希尔人。 他要征服以东的仇敌，占领他们的土地。以色列要不断的得胜，以色列要践踏他们，把残余的人也除灭了。这则预言中的希尔山人是指以东人。这段、个、预言谈到了摩押等族的结局。更令人惊讶的是，他预言到有一个君王从以色列兴起，有人认为是指后来的大卫王。 有人甚至认为是指耶稣基督。巴勒听了，再也忍无可忍，气得连血都快要吐出来了。他一指巴兰的鼻子，大动粗口：“他奶奶的！我本来可以宰了你，但是本王怕脏了我的宝刀，这次暂且饶你一命。你滚蛋吧！”巴兰吓得连连拱手，对巴勒说：“对不起了，大王，我也知道我说的预言都不是诅咒以色列人。” 反而是大大的祝福以色列人，但是那都是神的启示，我本人没有胆量更改。虽然如此，我有一个偏方，大王您和米甸王不妨一试，或许可以攻破以色列人。巴勒眼睛冒火，他恶狠狠地盯着巴兰，你还能有什么偏方？别他奶奶的在卖关子，赶紧的说出来，我就再信你最后一次。